今天新北市和花莲恐怕会出现38度的高温，专家表示爱防范大伤害。高路暴走上路了，和昆丁和小琉球这个周末出现大批出去耍的人潮。乌克兰一架飞机的技术的引擎出问题，在希腊坠落，八名机组人员是下落不明。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7日公司中道新闻，我是邓世东。大家看到伯明翰世界运动会这上新的好消息，台湾这篮球女将周婕妤在今仔日的女子高尔夫球金牌战对到这个英国的选手费雪，最后输给这个选手摕到银牌。即马台湾的代表队累计是拢总有一面金牌、六个银牌、甲五个铜牌。来看到这个，刷落来的新闻是，今麦台湾女子的这个 Q 大赛的队伍，昨在这540公斤级的比赛内底，以2分比0分来战赢瑞典，完成5连败成绩，嘛摕到台湾本届这世运会头一面金牌。动作整齐，脚步脚脚仔仔仔，台湾女子又大受金牌战，对上瑞典队一点啊拢无输阵。将瑞典队绕过中心线，台湾女将第一局胜利，外边搁战第二局，同款发挥实力。为预赛时阵拍败瑞士、瑞典、德国、英国，进入四强。第四强赛中拍败瑞士，16金牌战阁拍败瑞典，6连胜。这6场比赛一路拢是2-0，完美摕金牌。Congratulations to both countries in Sweden and Chinese Taipei。挂上金牌，世运会台湾摕到头一面金牌。主秘代表小美琴也亲自到场祝贺。女子游大手队伫2005年世运会头一摆摕到金牌，2009、2013、2017年世运会也拢卫冕。今年达成5连败，完成蔡总统授旗典礼时，高呼5连败进步，无将咱国代表队伫伯明翰世运会战绩累积一金、5银、5铜。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的航空公司安托诺夫一架飞机跌动16，跌希腊北部城市卡瓦拉附近坠落。这个飞行机面顶有8名机组人员，即马拢下落不明。因为飞机疑似是即载运12吨的化学物质，当局烦恼讲化学物质会载着坠机来泄漏。消防人员到现场抢救的时阵，拢有挂防毒面罩。半暝天顶有火球飞过，了后坠落伫个希腊的北部城市卡瓦拉附近，佮引起爆炸。因看到火光，前后两界佮半暝照佮亲像白日。希腊当地媒体报道，火机坠落的事故发生伫当地16。乌克兰航空公司的安托诺夫火机原本为塞尔维亚出发，要到约旦，但过路中技术引擎发生问题，副机长紧急向卡瓦拉机场发救人，要求降落。伫得到塔台同意了后，火机失事连无成功飞到机场，伫中途距离机场差不多40公里的农田坠落。因为飞行机面顶疑似12吨化学药物坠落了后，一直一起爆炸。虽然当地出动7台拍火车，甲15名消防人员赶去现场，甲挂防毒面罩，也毋过暂时救援无法度挖进。飞行机面顶的8名机组员嘛下落不明。真侪民众看到飞行机坠落之前已经烧起来，附近居民阁表示讲，听到第一声爆炸了后，就熊熊停电。当局烦恼化学物品真歹处理，封锁距离现场差不多400公尺的区域，已经派军队甲特种部队甲相关的专家去现场处理，而且要求附近居民甲窗仔门冷气关起来，而且伫个厝爱挂喙暗，避免有害物质进入室内。公司新闻台是董冰玉。我感受到烧烟的危险，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西南部地区为拜日开始连续发生2场的森林大火，累计有将近10000公顷的这个林地被烧掉，至少有11000人秘密撤离家园。规片森林拢着火，乌烟甲规个天顶拢盖掉的。因为热天气，发觉西南部发生野火，波尔多地区真侪厝甲店拢被烧了了。真侪当地民众甲游客被迫撤离。
C'était impressionnant, ouais, parce qu'on a plié quand même, on avait des centres qui commençaient à nous tomber dessus, donc il fallait vraiment pas qu'on traîne. Ouais. C'était assez impressionnant, mais on a réussi à gérer. Alors le feu continue de progresser, donc cette nuit nous avons continué à œuvrer à défendre toutes les habitations, parce que comme l'a souligné tout à l'heure monsieur le sous-préfet, nous avons réussi à sauver plus d'une centaine d'habitations au prix d'efforts surhumains de mes collègues sur le terrain qui ne se sont pas économisés et qui sont allés vraiment au contact. 又往飞机一直来回飞，甚至破坏，就像为消防员在逃生，组织火势团队。西南亚支援消防设备提供协助。不过，西南部地区的两场大火，自当地时间12开始一直炭烧，炭烧的面积要到100公顷。法国总统马克宏也跟飞机管理中心了解情形。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vivre une saison exceptionnelle par sa dureté. On a d'ores et déjà trois fois plus de forêts qui ont été brûlées qu'en 2020. Et donc nous avons à la fois un printemps qui a été très sec et des feux qui se sont... 法国的圣阿基坦大区，一个吉伦特性当局讲，目前已经有超过1万1000人自厝内加聋哑地撤离。虽然有部分的火势已经被控制，但过也警告讲，伫拜六的热天气，佫加上风势，有可能予救援工作佫较困难。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国党咧准备台北市长的选战，民进党的陈水扁、陈时中的竞选团队是已经成型。而那赢的这陈水扁，将办案的竞选团队煞无消无息。将马安讲，这竞选的计划，竞选的这架构，拢有照常安排，会伫适当的时机向大家说明。国民党台北市长陈水扁将办案，换着马祖加几个官军。 民众大声改话，市长好，等等，国务会气势。不过，竞选团队总干事的连线一直也未出，而且国家有就成功，将办案提未出竞选团队的架构，不管民调又搁伫咧原地踏步。但民进党如果说，他们在防疫物资的准备上面能够像选举布局一样这么快，台湾的疫情早就被控制。相较于蒋万安53天比不上陈时中的3天，起跑了这么久的时间。 蒋万安的竞选团队各项政策都是付之阙如，黄珊珊则继续笼络使用行政资源。蒋万安回应讲，林书安正经就会公布，一直适当的时间向大家做说明。伊那伫民进党方面，但是将竞选团队组成的速度正紧，展现团结的气势。因为国家有过去几多遍，甲家己人伫咧冤，互人认为伊的炮灰拢是向来。 芝麻被左三，但是中，互人笑讲，敢袂颠倒家拖累着。有是把他叫进来，让他不能讲话了。所以有各种策略，所以在看一个月，真的选举选战开打以后，才知道说，那个给人家看的这种阵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伊无当一身份要参选的53，伫即个就要登场的双城论坛，会再度无去参加。将来由副市长平定先上台发言，也引起外界的咧想讲。 可能是因为副市长黄珊珊进前不讲过中华民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原因，对此郭文铁澄清讲，安排谁人去参加，主要是谁人的业务、谁人去，伊这种依法行政，按照 SOP 进行。记者综合报道。 古鲁堡组上路的头一个礼拜，垦丁甲小琉球在观光景点是出现大批游客。垦丁大街昨个人潮是达到7000多人，里头在垦丁甲小琉球的沙堡嘛是客满，算最人潮。路上业者表示讲，因为热落的大季，加上古鲁堡组，即马假日订房员工拢是客满。 观光客客满，规条垦丁大街，唔呐是餐厅，也是路边摊，拢无用器材。古鲁堡组上路第一个礼拜，屏东垦丁一口气几百7000几个人，大量的游客互警察规暗无用指挥交通，摊商嘛无用甲要无时间讲话。蛮吓人的，人潮是蛮多的。人潮比较多。大概多少？差不多差不多5000以上。 八日透早，白酒游客带囡仔来到垦丁沙滩耍水，但唔呐是垦丁小琉球的花岗酒店景点，一透早同款拢是机车甲游客。想要伫当地食一个知名的早顿，爱排1点钟。暑假加上古鲁堡组加成，互垦丁甲小琉球唔呐假日订房客满，平常去订房嘛有明显的增加。假日的话，平日也都有到8-9成跑不掉。民宿3000，不住1300这样子。
申请到补助的游客感觉真下好，不过嘛爱提醒民众，各路各人补助不是每间饭店拢会使用，一定有参加补助的饭店。出游进前还是出游，迄个爱去补助专区传身份证件登记申请。报到的时阵爱摕证件和业者核对，才会使补助。每房一晚上悬1300块，而且是先大先赢，经费若是用了，就会提早结束。观光局表示，经费用了进前两礼拜的公告，让旅客有时间通应用。记者陈环武、陈显坤、屏东报道。新冠病毒的变异病毒株 BA.4 和 BA.5 是继续在国际拓展。有医生讲，各国的这确诊人数上常常出现的病症是脑啊疼。另外，在这时间，会为这个疫苗啊，搁有这个感染风火得到免疫力会减少。奥密克戎亚型病毒 BA.4、BA.5 来势加强，自欧美疫情了后，日本也进入第7波疫情。昨日估计确诊数都超过11万，就连台湾也伫15出现第一例 BA.5 本土社区感染个案，引起各界关心。有国内医师就提醒，感染 BA.4、BA.5 病毒了后，常常看到症状是咽喉痛、鼻无甲食无味，不过是这一波疫情的指标性症状。BA.4.5 的话，他们还是集中在所谓的上呼吸道的感染的症状比较多，所以 我相信在儿童跟成人的话，他们的症状可能还是比较偏向上呼吸道，所以呢，有一些如果没有施打疫苗的话，他的临床表现的话，担心就有可能会不会当感染病例数增加的时候，他们的症状就会比较多的一些变异性。医师表示，目前新一波全球疫情要走向高峰，亲像美国到七月初九已经超过八成确诊案例是 BA.4 加 BA.5 感染。这当中 BA.5 占比是65%，新加坡是确诊数连续三天超过万例，15新增加都超过1万例，每礼拜病例传播率上升到1.03%，这拢显示为疫苗加进前感染当中所得到免疫力会对时间较长都下降，所以突发性感染，搁一摆感染情形都是发生。它的二次攻击率从过去原始株是 10% 多，然后到 Delta 是 36%， 到 BA.2 甚至现在的 BA.4 BA.5 应该是会越来越高了。那所以我想那个家庭传染然后都还会是后续这些 BA.4 BA.5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传染的来源。它都在 Omicron 的系列里面，虽然会在感染，但是通常比较不会有重症。医师表示，因为疫苗甲进前确诊了后所得到的免疫力会对时间来下降，所以建议65岁以上老大人甲高危险族群，依然爱好好去做第四剂疫苗。虽然依然是原始病毒株的疫苗，啊，不过伫面对 BA.4、BA.5 的时阵，依然应降低重症甲死亡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今日继续受到这西南风的影响，气象局特别提醒，讲这北方面的东南部地区有可能发生小风，而台北市甲新北市嘛有可能出现38度的这高温。早起这10点过，台北市的这霞主已经出现37.7度的高温了。面条、饮料店员双手都无停过，花莲地区透早就感受日头威力，不少人拢来买饮料来消暑解嘴干。整个花莲的买气也都有，人潮也都有回温的现象了。最近大概多了3到4成的业绩了。气象局提醒，西南风继续影响，这方面西南部天气无稳，有时有阵雨，暗过东半部无吃着风。花莲台东地区有小风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市、新北市地区、花东中部市，感觉小阵雨，拢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机会。在气温变化，台北市下气温已经升到37.7度。那特别是大台北、还有花莲纵谷以及台东地区，会可能会有极端高温发生的这个可能性。那大台北地区还有花莲纵谷可能会有37甚至到38度左右的这个极端高温。是在慢性病、年纪比较大的。那在这个排汗的调节功能比较容易发生障碍的这些病人身上，更容易发生中暑的现象，所以还是要提醒这类的族群的民众要特别当心，尤其在天气非常炎热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到户外活动。气象局表示，一直到拜祭相法甲东台湾弄极端高温出现的机会。拜祭了后，太平洋高压增强，风程转作南风，届时阵高温会小可下降一到两度。暗处依然是典型大天，真大天气，民众爱注意紫外线，多补充水分，爱洗洁，日常害。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苗栗县长的选情是出现困难，议长郑东进是坚持要参选，要挑战党内推出这谢富雄。今日更加请出这郑县长刘正宏来接任东部的主委，和谢富雄讲，这场选战是无好拍。民众大声喊加油当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带着县长参选人谢富雄入场。17号宣布苗栗县东部主委由前县长刘正宏接任，负责来拍选战。谢富雄坦白讲，这场战役无好拍，但是会尽上大的努力，将苗栗打造为幸福的家园。这一场选战是一场硬战，但是因为为了我们国民党的胜选以及全县县民的福祉，福翁将挑起这个重担，义不容辞，全力以赴。国民党籍苗栗县议长庄东进表达参选到底，13号失去党部主委的职务了，就伫咧党部对面挂竞选的广告，甲谢富雄的文宣相对看，而且批评无受到党中央的尊重。党主席朱立伦表示，党有党纪甲党规，会尽上大的努力来团结苗栗。他也非常清楚啊，今天在苗栗，我们不能提名他的原因都非常清楚，党有党纪，党有党规，这个原则不能改变。协调了好久，3个多月，希望他回到议长的位置。苗栗不绝对不能分裂，苗栗没有分裂的本钱。国民党两位立委戚继良跟陈巧明也都出席，想要营造团结的气氛，但是总统进攻会行骗18乡镇中心出发。会以党纪来处分无国民党中央无甲话讲死，强调会持续来沟通，也为苗栗的选情带下变数。记者苗栗报道。宜兰市北丁甲梅州的宜兰庄阿瑶13目药新市，即马县内保存上关键的目药代表，是县政府指定的高级。不过历史学者认为讲，庄阿瑶即马状况亲像荒废了，政府是应该爱投入有够的经费甲人力，打造做文化观光景点。37公尺高的烟筒，也过一座一座用红砖啊贴起油芯，这是伫咧宜兰市北丁甲梅州的宜兰砖啊窑，即个13目油芯是县内保存了上完整的目啊窑，起伫咧日本时代算是县内古迹，也过历史学者认为怎么拢藏伫两远，爱活化再利用。那个可以透过政府单位还是民间力量啊，进行那个修复还是维护？要进行活化再利用、曾经是这个地区里面非常特色的产业、或者专的一些文创活动结合。宜兰市北丁梅州的土是做砖仔工正好的原料。日本时代是台湾重要的产地，上兴的时阵有10间砖仔窑，不过即马大家拢用空鼓哩。民国70年代全部拢停产，砖仔窑一间算一间拆掉改建。即马即个村梅丁窑厂，也就是宜兰砖仔窑，有100多年的历史。历史学家讲，宜兰砖仔窑和大家知影过去年代建筑的情形，应该可以历史内涵加故事性，吸引游客也带动地。就说这个自来庄其实就是让它这个地方的引起，就是说环境啊各方面啊相关的这个部分，把它整理的再更优化一点。关文化局讲，已经提出规模400万元的计划，要针对砖仔窑的外观进行征收。要拿经费是由县府家己想办法，也是要向中央政府也搁伫咧研究。伫咧当地软体部分，要怎活化吸引游客，会搁甲当地社区讨论研究。记者综合报道。说白国家公园正拍拼咧保育这个樱花古文龟，经过30冬的努力，保育数量唔呐已经超过10000尾。透过疫情加上新的这放疗技术，搁扩大到这南湖溪加苏界兰溪。后有人员真细致，因为放流的一挂拢是国宝鱼、大鸭，沙管处积极扩大大鸭的探视地，和探视地为原本的7个馆区、六叶尾溪等6个地点，往外扩散到南湖溪、苏界兰溪。今年初伫大鸭溪水头也后有成功，开始孵育差不多200多尾嘛，目前有大致上10000尾左右。大概就是有40倍的整个复育成功，是。然后原本在一条的七家湾溪的溪流，我们现在有9条的溪流就已经全部可以看到樱花古文龟的踪迹，对。
沙管处表示，台亚因为开发受到影响，不强迫卖绝，好加在政府甲学术单位道理保育甲保育，即马族群已经明显增加，因个所有民众为了要欣赏台亚，将胖等伫水中来吸引鱼群。国宝鱼，台湾樱花凤尾龟也是一级保育动物。如果以土司这样的喂养，也恐造成那个骚扰的举止。沙管处发现，苏花地伫合欢溪水头是泰鲁国国家公园范围，是禁止饲野生动物。饲鱼的行为将会当出新台票3000。台湾台鸭也是一级保育类动物，饲的行为也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针对违法行为，将交予台管处协助查处。记者综合报道。英国苏格兰一间卫农，就是宣布讲发现一百之前无人知影的一个荷兰画家梵谷家己画家己的像，就躺在另外一百画后壁，而且肚边的耳啊是好的。画面上露出手指无啊白暗金，正面伫阴暗的所在，倒耳依然看个正清楚，眼神看头前的画像，就是上新发现荷兰大画家梵谷的自画像。Here we have.Head of a peasant woman by Van Gogh, and on the reverse, hidden by a sheet of cardboard, we have what we imagine to be a previously unknown artist's self-portrait.英国苏格兰国家卫农十四真欢喜表示，小学生在替要办的展览对地北部的农夫做电工检查时阵，发现这超大惊喜。When we saw the X-ray for the first time, of course, we were hugely excited, absolutely thrilled to bits. Such a major discovery of an alternative composition happens once, twice in a conservator's lifetime. Van Gogh is one of art history's most well-regarded artists, so it's always an important find. And on top of that, what he's best known for is his self-portraits.So to find another self-portrait, you can understand why it's quite an eventful find. 卫农表示，画图时间推迟至梵谷1886年搬去巴黎，受印象派画风的影响，开始探索自画像了后，家己1888年梵谷，家己挂倒去进前。文藏版梵谷被位于7月30到11月13在爱丁堡苏格兰皇家学院展出。了后，专家一直无损伤地白色无的农夫阵地下，企图看点自画像的胶水甲纸板。一世人散车梵谷，常常会重复使用画布，也直接在画布后边画图。公司新闻王阿峰朋友。疫情期间，有真侪人呼吸透露，留伫厝内时间变侪咯。住伫巴西圣保罗的一个查甫人，感觉每一天看到各种鸟仔，心情是真好。所以伊伫厝的门口打造一个予鸟仔休困的乐园，无想到会变作当地一个特殊景点。小菜咸的羊羔，食山药加木瓜，食较真有滋味。树边的厝主也在为因准备好食的食物。唔那安尼，食饱了后，鸟仔也阁会当伫泥池卡专门为设计的游乐设施，像海东手甲爬楼梯会当耍。这是位于巴西圣保罗真特殊的鸟笼园，是麦克西莫所打造的。E trabalhando aqui na rua, na frente da minha casa, eu pude perceber uma grande quantidade de pássaros que, inclusive, estão aqui agora.E aí eu resolvi do nada fazer uma casinha de passarinho para quem sabe, né, agradar eles um pouquinho.53岁麦克西莫在疫情期间失业了后，开始在网络白家区另外找生路。每天听着必点之歌，看天顶飞过鸟仔是伊物品生活中的娱乐。后来，伊突然想要为这鸟仔起一间厝，所以这个鸟笼园就哪来哪闹热。麦克西莫也真快乐。Eu acordo cedo todos os dias. Na verdade, quando eu não acordo cedo, os meus amiguinhos vão lá me acordar. Ficam fazendo barulho lá até que eu venha colocar comida para eles. Este é o jardim. Agora, em São Paulo, o Benga é um lugar que tem muita gente que tem que fazer uma foto. Em São Paulo, o Mike Simo é um homem que diz que ele não tem nenhuma obrigação com o jardim, mas ele quer ser o mundo que ele quer. Conheço o Simo, Zan Hui Bin, bem-vindo.但是气候方面，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37度，上低温度是31度。中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34度，上低温度是30度。南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
水道上个温度是30度。东部地区上高的温度是35度，上低温度是31度。关岛地区上高的温度是32度，上低温度是2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中岛新闻，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